刀引双锋乱层云，步踏风雷阵。先打过这场再说。让我来会会你，让我上场吧。放马过来吧。点击释放绝技。小伙是谁？怎么没？金涛大哥，祝寿大会都要开始了。我方才见到了个奇怪的黑。哎呀，这蓬莱岛上人均习武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苏总。我们先离开吧。四夷红药绕兰栽。先继续向前查探吧。你迟到了。有些事情耽搁了。关于我儿子的事。你儿子绝不能离开蓬莱岛。且中原的鬼谷先生说，我先走了。刚才是不是有个黑影闪过去了？你看错了。说吧。中原，中原，又是中原，你总是心不在焉的想往外跑。那个岛主大人，我想起啊，对对，是林将军吧？一定要打败这些贼人，我也来帮忙，我会站在后面从旁协助，齐心协力，一起上吧。林将军，你在这儿啊？我之前看到几个身份可疑的人，可恶，方才他们还在，可能是被惊涛的大嗓门。怎么会啊，林将军？有一个阴冷的黑衣人，带着斗。黑衣人？我方才就遇到过一个。去招募新侠客吧，使用招募令。究竟会是谁呢？连城边生擒，是新的侠客。一笑将他提升一下吧。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。长按升级，为侠客穿上装备吧，继续挑战吧。先继续向前查探吧。请少侠排兵布阵，让这位大侠也加入吧。不想这岛上请来了这么多江湖中人，便是天华军。那林将军可知这黑衣人究竟是谁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人应该就在前面，我们快追。找了，少侠，这便是我。少侠何必与他多言？哟，几位小哥，
是传闻中的少侠。哼，你这家伙手下还不快快交代围绝的计划，可别太得意了哟。而且我，你乃是天煞孤星，怪不得你爹听说你要去中原会大。少侠，莫要听信他这满口胡。想抓我哪有那么容易。山暗涌波涛，前两句最是说贵公子天，怕是连贵公子自己都。你怎么来了？是什么出道之事？我不看来贵公子已经是迫不及待。哼，今天就是废了你的武。袭击什么？那人像是天华君。我会通知岛上最好的郎中。我还好，只是天华君乃是中原武林武功最强之一。这些暂且不提，韦君。他担心你出岛之后。有朝一日会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天华君。不是那个人从中作，你也该告诉我了。横山暗涌，这鬼谷老头的预言说得很准。好，你怕怕？不，所谓成也蓬莱。那鬼谷先生的预言又该作何？岛主大人，是那个家伙。好吧。太好了，你终于可以出岛。不过，我还有个条件。少侠好气魄，那便这。没想到这堂堂蓬莱的中原天地广阔，不乏能。也好也好，甚好。来，这是我蓬莱的信物，等去了中原可要记得找我玩呀。还有我。
我擅长正面攻击，所以最好让我站在前排。华少的外表惯会骗人。为了国家的荣耀而战，北方有佳人，却是儿独立。杀敌！冲锋陷阵是我的职责。岛上所有武林人士，你什么你？只是最近总有危险之事发生，这才在侠客的。没人受伤就好。泠泠妙音永南风，凤来琼枝招朱喜。我擅长正面攻击，困惑于心，束缚于行。原来如此，事不宜迟，那就怎么，本姑娘和你同去，这你大可放心，中原的地界我熟。就是周先生。